怎么带着披萨盒子来荒郊野岭爬山？手居然还没腐化掉，但是头已经腐烂完了。这是什么奇怪的腐化速度？这还有一只。Hello， 大家好，我红剑。那么今天的话呢，我长了八个口腔溃疡，好痛啊！今天我们来玩的这款独立恐怖游戏，名字叫做《We Need to Go Deeper》。我们需要更深入一点。那么这款游戏简介大概说的是啊，我们是一个登山爱好者嘛，然后在这个山上发现了这么一坨神秘的管道啊，就是封面上看到的这个。然后我们很好奇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因为它很深嘛，就把摄像机咣的一下捅进去了，想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那行吧，那咱们游戏开始。视频开始前先来明唱一下，如果说大家看完视频觉得还不错的话呢，不要忘记长按点赞，关注我的频道，这将对我是非常大的帮助。2014年8月19日，一个视频被上传到了论坛网站上，但现在这个视频已经被删除了。哇塞，我口腔溃疡全部都长在了左边啊，导致我现在左边的嘴是肿的。这个视频是一个登山爱好者发出来的视频啊，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管道啊，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他一直通往这个地下深处。视频的大部分的内容啊，都是在说这个摄像机一直在探索管道的深处啊，然而还是发生了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好，我们就是这个登山爱好者。So, I'm on this hiking trail. I've been here for a couple hours now.所以你也是个主播吗？ Until I saw this pipe righ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woods. Now I'm too curious to just, you know, leave. So I'm gonna lower my camera down. 你怎么抢我的活啊？ Rope, of course. Hopefully, see what's at the bottom. 都不让我解说了，他在解说，他好像也是一个 UP 主啊，他也是个主播。哦，那游戏就开始了 ，WASD 就可以控制摄像头啊。我们看一下，这就是那个。发现这坨管道的山有萤火虫，哎，我能看到自己吗？这应该就是我们的摄像机吧？啊，可以看到自己，也只能看到裆部还有腿，脸是看不到的。那行吧，那也在这个管道外面磨蹭了这么久，咱们进去探索，一探究竟。我这口腔溃疡它是这样的，就。八个啊，对吧？肯定有观众好奇啊，有个红姐你怎么弄的八个口腔溃疡？我是前天吃东西的时候把左边的这个左侧的口腔内壁给咬破了，这什么东西啊？好像是个鸟窝啊。可以拍照哦，咔嚓，哦是个帽子哦，鸭舌帽。然后我这个咬破之后，我其实当天我就下了猛药啊，我知道这种东西肯定会溃疡的，我非常了解自己啊，只要口腔舌头啊什么东西咬破一下完蛋了。然后我就西瓜霜各种清热降火的药我都给上了。本来第二天的话呢，其实就没什么，也没痛也没溃疡，第二天其实还好，就是破了个口，要等这个黏膜慢慢的恢复嘛。结果我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因为它咬到之后不是就变肿了嘛，我咔咔咔我又咬了三口，我天哪，他每咬一口就变成两个溃疡，三口一共加起来四口，现在我长了八个口腔溃疡，是一个女士包包哎。哦，是说什么意思呢？是有一个人掉到这个管道里面了吗？所以留下了这些东西啊？啊？是什么东西在叫？我听到底下好像有一种怪物给我哈了一口气。我给你哈回去。你们听到了吗？管道里面好像还有机械一样的声音啊。这是一个项链还是怀表？而且这些东西好像全部都是被蜘蛛网粘住的。哇塞，这拍的啥呀？这看不清的吧，糊成一坨。哦，这管道是一节一节的，大家看到没有？它不是一个整体啊，所以可能有的地方还在晃，对吧？我们能听到这个管道在晃，然后这个脱节的声音。哎，
不是，这不是野外的荒郊野岭吗？荒郊野岭怎么会有披萨盒子？怎么带着披萨盒子来荒郊野岭爬山？啊，好像也合理哦。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类探索游戏的，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前方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你，对吧？这是一种好奇心被满足的感觉。哦，呵呵，这地方管道断了，这又是什么？这是个灵芝吗？哇，这个我看不出来耶，总不能是我的口腔溃疡吧？什么玩意？啊，哦，好像是一双拖鞋。啊，是一双拖鞋。到底是谁建了这么深的一个管道呢？对吧？莫名其妙有人在这地方挖了个坑啊。而且我们作为一个登山爱好者啊，有摄像机那是正常的，对吧？因为喜欢记录大好河山嘛。但是我们哪来的这么长的东西把摄像头放下来啊？有个骷髅头。所以说这个人最后是从管道上掉下来，然后掉到了这个地方是吗？哇哦，手居然还没腐化掉，但是头已经腐烂完了，这是什么奇怪的腐化速度？这还有一只，哇塞，好多手啊，留了一手。这是什么内脏吗？哦，这是脚，这边还有脚。什么东西过去了？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一只蜘蛛啊，怎么这蜘蛛是怪物吗？看样子，哇哦，咋回事？完了，没电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常亮的探索灯它就不亮了，只能靠这个闪光灯前进是吗？好像有东西。这什么？一个 V 字形。哦，好像是蟑螂啊！我的妈呀，好恐怖啊！我们就尽量不要闪这么多啊，不然的话，如果有观众他晚上关着灯看视频，对眼睛不太好。这里还是要闪一下的，对吧？我们可以听声辨别恐怖，听到奇怪的声音，咱们再闪它一下。哎，哎，有东西了，是什么？是一本书吗？没想到在哪里都能发现知识的力量，哎，好像不是啊，这难道是，嗯，看不出来，762的子弹盒吗？太黑了，看一眼，啊，啊，人脸蜘蛛吗？我摄像头只能往下，完了，我摄像头是不是要坏了？我们先把视角正过来，好像我不拍就不会有事是吧？那我，呜，哦，他好像没把我怎么样嘛。其实不用太慌啊，毕竟我现在只是个摄像头，我本体的话还在这个管道外面呢。来，再拍一下，又有东西了，好像是，哦，一部手机。这又是什么？发光的，总不能是对讲机吧？或者是什么其他人类科技的结晶啊？不会是电视机吧？哦，又是一个手机，这手机还亮屏，哇塞，这什么牌子啊？掉到这地方没摔碎就算了，这么深还能亮屏，电也没用完。
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什么地方？这好像有人住啊，你看到没有？还有一些锅碗瓢盆什么的。嗯，这又是另外一个横着的管道。这是个墓碑吗？也就到这了，也没拍到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啊，但是能看到一个手机也不错啊。咱们就啊，快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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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快走快走快走，人脸蜘蛛，哇塞，这蜘蛛好大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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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的镜头坏了，我可能摄像机也坏了。但主角应该是没事的，因为他最后不是把视频发到了网站上吗？我初步估算啊，你看这个管道能剩下一个摄像机，上下有一定的摆动空间。蜘蛛的话呢，可能有一部 iPad 这么大，好大的蜘蛛啊！那行吧，那么今天这个游戏就玩到这里啊。这类探索类的游戏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它在网站上也获得了五星好评啊。如果说大家看完这期视频觉得还不错的话呢，不要忘记长按点赞，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